嚟咯，黃妹，或者咪先，你見我唔到噶，嗬呢個位。咁我講出嚟啦，我話 OK， 咁你就開始，咁你就首先擺上去，擺大髀先，擺大髀先，係。OK。細聲的地方呢，我之前講了我喜歡你細聲的，但是呢你就是會太細聲，細聲到是聽不到哒哒哒，突然之間沒了氣，所以呢加上你是柏斯的琴，那個琴是靚琴來的，靚琴的意思就是說是聲音很漂亮，你的程度你可能未識分，你如果手指彈得太浮太輕呢，就彈唔到，即係會突然之間嗰度會冇咗聲咯，係啦，咁所以咧你要小心啲，就係呢個位置你點都要彈落少少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即係你要彈出聲先得咯。另外咧就係嗰啲接駁位咧就唔係接駁位，我講錯咗，個臨尾嗰個一篤一下嘅聲咧，個 G 咧你成日都會 lost 咗，唔知點解。你之前的問題就冇咁大嘅，係啦。咁我都照聲咗俾媽媽先，好。